就是这个待转区被民众PO上网，因为横看竖看怎么念都怪怪的。机车慢，慢车。哎，这怎么念？明明只有六个字，却让一票人满脸问号。是横着念，机车慢，机车慢转带区，机车慢带转的转带区，为什么这样？明明都是中文字，但却没人看得懂。正确念法应该是机慢车带转区，却变成要跳着念，机慢车。待转区，为什么会这个排序？是不是怪怪的？好奇怪，好奇怪。慢转待区，因为有点奇怪。网友也笑翻，变成机车慢待撞区，每个字都懂，念起来很 K， 真的待撞区了。这中文不行啦，感觉国文老师会气死。这是台南市区一处路口，回到现场，原本错误版本现在已经补丁涂改完毕，短短六个字总算正确归位，但也抱怨才印六个字都能搞错位置，相关单位出行大意，可能得赶快检查还有没有其他的待转区也被写错，大搞乌龙。九大观章台南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十八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